电台 FM 九二点一，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，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，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，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，台东资本电台九一点三，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，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，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。UFO Network。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。地球人注意，请听飞碟新闻。台中市上午发生阿嬷抱着孙女跳楼轻生的悲剧。59岁的陈姓妇女，因为年仅3个月大的小孙女最近一直拉肚子，疑似自。